现在最近有谈到有一个梁文杰被长期跟监诱导，关于这部分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梁文杰被跟监是肯定的啦，实际上他进出那边好几次，他们也在那边等了好几次，大概一直想要等他能够跟那些小姐同时进出的画面出现，这样才能够取得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证据，但是后来显然没有办法达成，所以就变成分开的，跟梁文杰之前被拍到的画面就不太一样。到底是谁盯的呢？大家仔细想想看，为什么蓝白同时都收到？因为